是因为他们可能很多人不想要去做。然后刚才Gason也听过我们介绍了说，如果你是做 application 这一端的，就是Web 叫 Script 这一端的话，大概流程是这样。那我这边的话，我大概会介绍一下，是在就是 platform 这一端，就是我们接口的部分，到底要怎么做。那也会包含到一些技术的名词，因为发觉是说，其实很多人要Gecko 这个技术门槛对很多人来讲其实也有点高。那里面有一些关键的名词，如果关键的技术如果没有搞懂的话，那可能比较难参与的。那我这边的话会针对这些名词大概稍微解释一下，然后给个 link， 大家如果兴趣的话再去研究它，所以不会有太细节的东西。好，那首先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就是Gecko 这个 platform 大概是，应该说 PWG 这个 project 整个 platform 大概是长什么样子。那基本上其实可以跟 Android 去类比。那其实如果说你把黄色这一块啊，我们现在今天要讲的其实就是黄色这一块的东西。这个黄色这一块啊，如果你把它换成比如说 Android 上面的Debian， 就是它的 Java 的 virtual machine。然后上面是 Java 的 application 的话，那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 Android 的那个 device。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借用 Android device 的平台，然后在上面去发展P2G 的 platform。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最主要是因为现在大概我猜应该没有80%也有70%以上的那个 hardware platform， 其实它都有提供那个 Android 的 DSP。那如果我们利用是Android 的底层，就是下面我们看到蓝色这一块，那利用它来帮我们开机，然后提供 driver 这些等等的，那在上面去开发一个新的平台的话，那相对来讲硬体的取得会相对会比较容易，那成本也会低非常多，但每天上也是一个那个有很大的好处的。好，那今天我这边要讲的其实就是黄色这一块，然后这一块的作用其实就是把hardware 就是 OS 这边 export 出来，就是应该不能说 OS， 就是说 kernel export 出来的那个 hardware 功能，跟上面 Web API 里面做一个串接，然后做管理，都会在这个黄色这一块。那这一块其实就相对于是我们在 desktop 上面浏览器的平台。就是基本上我们刚才有人问到，就是前一场有人问到说我们的那个 Gecko 的 Core 跟 Desktop 上面有什么不一样，那基本上 是一样的东西，那只是我们在接到那个系统这部分，根据不同平台，比如说针对 Mac， 针对Linux， 然后针对我们叫 Docker， 也就是那个 PWG 的平台来讲的话，都会有最底层会有一个adapter， 然后把那个 Gecko 的 Core 跟那个系统 Core 给接起来这样子。好，那要开始做 PWG 的发掘，要做一些想要做一些尝试，做一些修改尝试的话，那首先就要做先取得 source code 嘛。那取得 source code 的方式就我们都是放在 GitHub 上面，所以你可以直接用这样指令就可以取得。然后它这个的话，这是最主要的、最上层的那个 Git。那我们下面其实还有一个一堆 repository， 所以我们一样用那个 repo 去管理。所以当你 clone 完这个 repository 之后，进到那个目录底下去用 repo sync， 这样就可以了。它就会开始，你会花大概几个小时的时间在一直 download 的。好，那更详细的那个下面这边有一个 link， 更详细的内容你可以在这个里面去找到。那接下来的话，你就要开始 build。那我们有总共在你要 build 一个系统给你的 device 用的话，总共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是 config， 然后这是先设定说你要用什么样的 hardware， 所以要第一次使用的，我建议其实还是用 emulator 就好了。然后如果你有其他 hardware， 我们现在有support versions， GZS， 然后还有Galaxy S2。然后一些其他的 hardware， 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开发中的，在我们大部分人可能就是 developer 是用 Unity 之类的那个 hardware。好，那 Unity 这 hardware 其实就是我们在团队可以看到的那种 hardware。
那你 config 完之后，他会问你，会问一些问题，然后接下来他会从，比如说如果你是像 Rocky 那一种 hardware 的话，他会从 device 上面去 download 一些分位下来，因为我们没有他的分位的手册，所以可能要从手机上直接装下来这样子。那如果说你是 hardware 边的话，那当然你可能就已经有那些分位这边哈，或是可以再从Android 那边，比如说升级。你可能就不需要做 download 这个动作，那只需要在那个 config 里面做一些升级的部分。接下来是 build 这个，这是一个 script， 那比较 rock 的 OS build。那这个 build 的话会包含把 Android 的一些比，就是它底层的比如说 lib 七啊，还有一些 tool， 还有 kernel， 全部把它编起来。那编完之后就做 flash 这个动作。flash 这个动作的话，就是要把 US 把你的手机通过 USB 插到那个 OS 上面，或者你的我刚才忘了讲，就是第一个步骤，这个 config 其实也要，如果说你是实际的机器，像我刚刚举例子的话，你可能或是 S2， 你可能要插这个 USB 到你的手机上面，因为它可能要安装一份文件。好，那 Flash 这边的话，可能花个几分钟就结束。那最下面这边有一个也比较特殊的是 user config 这里，因为大部分这边前面我们前一页看到就是 Git clone 这边啊，它其实把所有 source code 都已经 log 了。可是有一个问题是，他这边的用的全都用 Git， 就是包含 Gecko， 就是在 GitHub 上面发布下来的。那有时候有些人可能比较习惯在那个用 Mercurial， 那其实实际上就是说 Mercurial 对开发那个怎么讲，Maria 的花嘴花香对，就是整个，因为我们很多流程其实是绕着那个Mercurial。去建的，所以会使用这个的话可能会比较方便。但如果你硬要用 Git 的话，其实也没有问题。我相信有我们公司内部或是社群里面，其实有很多人还是继续用 Git， 那也是 OK。不过如果你要用那个 Mercurial 的话，那可以在那个 PWM 目的下建这个档案，就 User Config， 就是点 User Config， 那里面加这一行，然后告诉他说，欸、你用 Mercurial 当落下来的那个 source code 方案。好，那有时候我们在开发的时候，因为就刚才那个是会 build 一整个系统，包含就是我们所谓的杠杆就是 Android 的 BSP 的部分。那我们可能这样耗时间，所以你可能只想去 build Gecko 本身就好了。所以这时候的话，你就会下这样的指令，就是 build 后面 build 点 SH 后面再加上那个 Gecko。那 Flash 的时候也是加 Gecko， 这样它只会去 build Gecko 部分和那个 Flash。因为加快你的速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些比较基本的知识，就是说，当你在开发那个在 Gecko 环境里面开发，或是帮比如去开发 Gecko 的一些功能，或是解一些 bug 的时候，所需要一些哪些？好，那第一个就是 Web ID 哦，这个是通常目前就是说我们新的，就是算是比较新的一个机制啊。Web ID 其实是 WSET 上面定的一个 ID 的那个标准。那我们写了一个 tool， 然后让你可以用定义 Web ID 的方式，然后产生一个 wrapper。那这个 wrapper 其实是要给 JavaScript 那边使用的。所以你 JavaScript 那边如果要呼叫一个你用 C 加加写或者 C 写的一个 function 或是一个 object 的时候，那它就必须透过定义这个 ID 的方式，然后我们的 tool 会自动帮你产生一个 wrapper， 那 wrapper 会呼叫你以后。所以你就可以少做很多事情。就是如果说你需要修改到那个 API 的话，加速的 API 的时候，那就需要做这件事情。OK， 那我接下来会提到很多这样类似这样的名词，就大概还想让大家知道说它的作用是什么。那还有那个 SPIDL， 这个在我们的 code source 里面已经存在非常久。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 SDK， 它有点像 Windows 上面的 CAM 或是 DCAM 的东西。OK， 那它就是一个那 component based 的硬件系统。它的运作方式大概是这样，就是说你可以定义自己的 component， 然后定义它的 interface。那你在使用那个 component 的时候，你可以去查说，可以去查询说它可以这个 component 提供哪些 service， 那也就是那个 interface 定义的 service。然后再把它的 interface query 出来之后，然后去呼叫它的function。
所以你就可以一个 component 就可以有很多不同 service 的组合。好，那这一样要定义一个 IDL， 跟前面我们会有 IDL 有点像，又不太一样。基本上精神其实一样，就是我定义说这边有这些 service， 这些 interface 有哪些 HDU， 然后有哪些 method， 然后它的参数是什么之类的。它这个参数是 pass in 还是会 return value 回来，就是之类的东西。那一样就是我们有一个 tool 会自动帮你产生一个 wrapper。那产生这个 wrapper 的话，那这个 wrapper 其实就可以一方面会产生额外资讯，让 JavaScript 那边在想要呼叫 Magic Call 时可以使用。不过如果说你这个通常这个东西的话，通常是会在 internal 使用，就是不会 export 到所谓我们的那个JavaScript application 那边，就是我们的一般的 application 或是一般的 web page 是不会用到由这个SPIDL 产生的 call。那就是我们内部，其实我们刚才想到我们那个 Gecko 内部啊，其实有一些 call 啊，并不是全部都是用那个 CC 加加写，你也可以用 JavaScript 去写里面的 call。像比如说我觉得比较简单的function 比较简单的功能，比如说比如说什么，好，比如说我们在管理那个拨号的那个系统啊，拨号这个系统，因为它可能处理的资料量不是非常大，你拨号你按的速度很多快，不会快到哪边去，然后你收到就是一些从其他台收过来的 message 的链也不会多到什么程度，所以这部分系统虽然不是在 application， 是在 Gecko 里面，可是我们是用 JavaScript 去写。好，那另外一个是 IPC 的机制，这是比较特别，是我们知道可能很多人知道就是 FireDocs 啊，它一直都是一个 single process， 然后 multi-thread 的一个架构，然后相对 Chromium 的话，它是一个 multi-process 的一个架构，就是说它会 create 非常多的 process。那在 BOQ 上面的话，我们其实也采用 multi-process 架构，可是，在不同 process 之间的话，就是有很多 hardware 的一些 access， 可能要透过那个我们的最上面这个都是 BOQ process 去帮它处理。比如说我不能让任何 process 都可以去存取，比如说 modem、路由或是 WiFi 这些东西，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 process 因为它载入的资料还有程式嘛，这个加速的可能都从网路上面来，可能会有一些安全上的疑虑，所以需要透过一些保护，所以把它放集中在这边去上面这个 BOQ process 去处理，然后再透过 IPC 的方式，就是下面这些可以用 IPC 的方式去要求这些hardware 的事情，所以会有一些 IPC 的 call。 那 IPC 的 call 的话，我们一样就是它也会像前面的那个一样，会有一个类似 IDL 的东西，那一样用 Quadrant 在帮你产生那些 call。 那你要做的就是说，好，有人呼叫你的时候，然后送了这个讯息过来，然后他会帮你把它解开，变成一个function call 来呼叫你的 function， 所以你只要去 implement 这个 function， 它就管 IPC 之间的资料怎么传和什么。当然也要稍微 care 一些，比如说 data table 什么那些问题，可是基本上就可以比较省。那另外一个名词叫 content process， 就是我们每个 application 本身的话，它自己因为在装在不同的 process， 那每一个这样的 process 叫 content process， 相对于那个 B2B process 或者 core process。好，那如果说你现在拿到一只手机了，那你要想看说这只手机里面B2B 里面装了多少 process， 跟 B2B 就是包含我们前面一页这边看到的，就是说BOQ 这个 process 还有这些 call process 总共有哪些？那我们写了一个小的 script， 小的工具，然后在放在机器上，你可以去它可以帮助你快速的列出来。那你就下一个指令，就是一样，就是跟 Android 开发 Android 的 device 一样，你用 ADB share 进去，然后就 ADB share， 比如 BOQ-PS， 然后它就会列出所有那个 BOQ 的 process。你看，我们这边看到的说，第一个就是 B5G 的 process， 就是我刚才看到的 call process， 接下来就是全部是 application， 然后最后面这边一行就是叫 prioritize。那我们有做一个动作，就是先 create 好一些 process， 但你要让全新的 application 时候也比较快速。对，所以如果说你要 debug 某个 application， 它在开的过程会 crash 掉的时候啊，你能让它开起来的时候，你可能来不及去 attach 它，去 debug 它，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那你就知道说，它下一个应该就是这个 PRK 的这一个，那只会丢到这边来，所以你就去 debug 这个 process， 先比如说 GDB 先 attach 上去，
然后他就会开始送 request 过来的时候，那就可以拦截得到。好，那用 GDB 的方式的话，也很简单，就是说我们在BOG 的那个 source code 目录底下的话，我们放了一个 script 叫用 GDB.sh。OK， 那你用这个，像它有三种形式，第一个形式就是我不在任何参数的话，它就会把现有的 BOG process clear 掉，那等于类似像重开机的，然后起来，然后从头开始。那另外的是说，好，我要 attach 后面加一个 attach 的参数，表示说我要 debug 目前这个 process， 然后就是重新 create 一个新的。然后最后一个形式是后面加一个 PID， 就是 process ID， 就是说我们刚才在那个 BOG PS 啊，它会列出一大堆 process。那你就把它的 ID， 看你要 debug 哪一个，就把它 ID 放到后面，那就会 attach 上去。好，那接下来的话，其实对大部分人参与这个 BOG 的 process。这个开发的话，最大问题就是说你怎么样找到你第一个工作的，就是你想要加入，你可能有一个热血，然后觉得说自己可以在这边可能可以做一些有趣的事情。可是，一开始的话其实很困难，所以最好是去找一些简单的那个 bug 先试试，然后熟悉整个流程之后，接下来你可以把你的 idea 放进来这样子。好，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去找所谓的 good first bug。那我们会有一些 bug， 就是我会标 Google's bug， 就是这个 bug 是比较容易，然后容易入手这样子的。OK， 那你就可以 search， 我这边看一下。好，这是我们在 Padilla 上面 search 的前面，就 Padilla 上面你按，最上面这边有一个 search 的那个 tab， 你要按下来的话，就会看到这个画面。那你在这边的话，比如说这边有 components 这边的话，你就往下拉，会看到。比如说有，是 Prada 这边你又看到 Go to Gecko， 就是 BOG 的部分。OK， 你就可以选这个，然后下面这边你就，好，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 Whiteboard 这边你就后面就填就是 First Bug。OK， 就填这个字串，就把这个小括号全部把它放进来，然后它会 search 就会列出来所有的 First Bug。就可以去看有哪些是你觉得有兴趣或者觉得可以上手的，然后去做，就可以开始去做的。好，那你开始怎么样开始做呢？那最简单就是说你在 debug 上面先留说，我可不可以开始做这个 bug 这样子？有没有人在做？那如果没有人在做的话，那 create 的 bug 的人他看到之后，或是其他人看到之后，可能就会 assign 给你。所以你在画面上会看到一个 assign 的那个东西。好像比如说这个的话就写 assign， 然后 to your 70s 这样子。OK， 那就是一个他就会做这个动作，然后把它assign给你。你看这个人还是说他同样开始做的样子。好，那接下来的话你可能还有一些其他问题，你就可以在 RC 上面去问。我们摩利亚有一个 RC 的是那个 server， 然后有 BOG 的 channel， 或是说你想要找一个中文跟你谈话，你可以在摩利亚台湾这边去找人这样子。好，那另外那个 mailing list 的 DEV， 然后 BOG 这个 mailing list 去找。然后这个好像在 Google Group 上面也有，你可以到 Google Group 上面去找。再来就是说你要上面一个 patch， 就是说你那边全部做完之后，就是那你也修解完 bug， 然后你就要开始上面一个 patch， 然后要怎么做呢？那其实我们都用 Mercurial 比较多，其实用 Mercurial 里面有个叫 MQ 的东西。OK， 那它 MQ 它存下来的东西其实就是一个 patch， 那你就可以到那个 Mercurial 的目录底下 ，UH， 然后里面子目录叫 patches， 然后里面就会放了一个档案，就是你的 patch。然后或者是说，如果你有开很多那个 queue，MQ 其实可以开很多个 queue， 那每个 queue 其实它 prefix 是。patches， 然后后面会加你的那 queue 的名称，那就可以去找，那把它 upload 到那个 bug Padilla 上面那个 bug 的那上面，然后请人家帮你做那个 review。OK， 那 Mercurial 这边我特别强调一下，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就是对它后面的其实有一些要求，就是对 patch 内容其实有一些要求，所以基本上你只要照着这个抄一下，这就 OK。这是它的那个 Mercurial 设定吧。对，那大家就要抄一下这个。那再来说，你可能刚上配学的时候第一次上配学的时候，你不晓得到底有没有问题，你或是有一些疑问想问别人，你可以
要求说指定某个人去帮你 feedback， 比如说你就选 feedback， 然后问号，然后三万，然后他就问你，他告诉你说啊，你这个 page 很好，他可能就给你feedback 加。那如果就是说你这个做法不太好，他可能就给你 feedback 减。那我讲一下理由这样子。OK， 那这个大概也在巴迪亚的画面上会看到。OK， 像这个的话就是。那接下来就是 feedback 完之后，你们开始正式的 review， 就是他 feedback 的人跟你说你这个做法不错，那修可能有一些小修改，修改完之后，那就可能要开始找人 review 了。那 review 的时候，你一样跟 feedback 一样，就是要求就是一个 review 问号，然后你可以指定三关，就是某个人你知道的人，然后可以帮你做 review。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很多人不晓得说该怎么样去找 review 的。那后面会讲到说，我们会在那个 page 的 log 上面会有一些记号，就是指定，就是上面会标注到当初是谁帮你 review 的。所以最简单的方式是说，你修改哪些档案或是哪些 module， 然后你去Mercurial 的 log 里面去看有谁帮这个 module 或是这个档案做过 review， 那你就觉得这个人很常帮你做 review， 就可以去问他，他会帮你做 review， 然后把它加进来。好，那。review 的过程必须非常非常的有耐心，为什么呢？因为随便一个 page， 尤其是第一次的话，你可能会来回十几次，可能十几二十次，就是那个看，就是那个整个 review 的过程，你可能那个他们可能会一直来回，然后可能有100多200的，可能就是来回那几百次都有可能发生。所以第一次的话是非常痛苦，特别是有些 coding style 之类的，所以可能要比较有耐心，然后最好是。可以找一个 mentor 可以帮助，可能可以比较帮助你度过第一次的这个难关。不过一旦度过第一次的话，后面其实你的加强就熟悉就很容易。好，那我们另外有 L1、L2、L3 的 SS， 那这次是根据你的一些贡献，然后一些额外的一些权限。像 L1 的话，其实蛮容易取得，基本上你只要可能有过任何 page， 然后你提出要求。然后可能 reviewer 就愿意帮你 merge， 那你就可以取得那个 apply 那个 L1 的申请这样子。那 L1 申请的话，基本上是多给你一个权限，就是我们有开 server， 然后有那个 server， 然后你有可能有就我们要server 上面的一些，比如 broker 账号啊什么之类的。那开 server 的话，可以让你把你的 page 送上去，然后去弄一些 testing。好。那 try server 的话，使用其实很简单，其实就照这个就是那个 username 放上去，然后 push 上去， push 上去之后，它就会开始 build， 然后开始那个，然后你会在那个有一个网页叫 TBPL， 在这个网页上面就会出现，比如说你刚丢上去，那你就会发现你发这边排第一个，你的 page 就会列在这里，然后后面就会它进度，比如说你总共要 build， 比如说这边这个人 build 了七八个平台，然后再 build 哪些做哪些 test。就是你 push 完之后，基本上你就会可能就是这个整个测试什么都完了之后，那你接着可能就是要真的要把 page commit 上去。commit 上去之前，你要记得就是把你的 page 的 log 改一下。就是说，通常我们的标准就是这样，是 bug， 然后后面是 bug number， 是巴迪亚上面的 bug number， 然后接着 dash， 然后后面是你 bug 这个 page 的内容。就稍微描述简短一下，然后具体后面再简，就是写一个 R 等于，就是谁帮你 review。如果你有三四个人帮你 review， 就用逗点把它逗开，然后把它名字全部列上去，这样就可以。那你第一次的话，你可能没有 L1 的权限，应该说你其实有 L1、L2 的权限的话，那你可能都需要有人帮你做 commit。那这时候你就在 keyword 就是在巴迪亚上面有一个 keywords 的栏位打check in needed， 然后我们会有人定期去看有哪些 bug 这个 tag 或这个 keyword， 然后会帮你做 commit 的动作。Okay. 那 commit 之前的话，你要记得把那个 TBPL 上面测试的结果也附在那个 bug 上面，然后 commit 人才确认说你是有run过这个 try server 的流程。
好，如果你有新的 idea 的话，恭喜你就到那个 DB、D2G 还有或是 Web API 里面。Web API 这边是专门是关于，就是说如果你要改到 JavaScript 的那些有一些新的想法，针对 JavaScript API 如果有一些想法的话，那请你可以在那边提出。那如果是一般的 D2G 的下面的功能修改或 maintain 的话，那其实可以在 DB、D2G 那边，然后提出你的想法。然后最好是你先把你的想法大概描述一下，看一下大家有什么 feedback。有时候你可能得到一个 feedback， 可能大家都很忙，或是觉得说哎还不错啊，或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那就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再问一次，没有人过一个礼拜没有理你的话，那就开始做这样子。那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就要跟你讨论这样子。啊，开始做的话，那你就可以做什么呢？就是先去开一个 bug， 或是请人帮你开一个 bug， 到阿信上面找人看那个谁可以帮你开一个 bug， 在巴黎亚上面，那就可以接着开始做。好，那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活动，就是 BFG 这个的话，就是有一个叫 War Week 的一个活动，就是其实我们就会周期性的，就是把因为 Developer 散布到各地嘛，然后周期性的邀请一些Developer， 然后聚在一起，然后一起工作一个礼拜这样子。OK， 那这个是我们在柏林的活动的状况，然后这个是在西班牙马德里。那这其实白天去那边的话，其实白天实际上都还蛮累的，因为其实蛮惊喜的。我们这个滑雪，那可是总是要有休闲的时候，就是额外的一些应该说福利吧，就是你可以到处去逛逛啊，休息的时候你可以提前或是晚一两天回来这样子，那就可以借机会到处去逛逛。然后当然吃的东西也不能避免这样子，吃的东西基本上我们吃的还不错啦。对，我们这边因为相对来讲台湾，就是你出国的话，其实吃的东西算是比较便宜的东西啦。好，那我的时间到了。